大家好，欢迎您来参加由台湾德嘎主办的禅修现场座谈会。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Meditation Scene, a Dharma Talk organized by Tergao Taiwan.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妙容法师跟我们分享如何透过书写开展觉知。Today, we are honored to have Zunma Miao Rong to share with us how to develop awareness through writing. 接下来就让我们合掌欢迎妙容法师带来今晚的分享。Now, please join our palms together and welcome Zunma Miao Rong to share with us tonight. Zunma, please. Hi, 修如好。然后今天就是来听这个分享的所有的法友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就是这次有这个机会，台湾德嘎呢就邀请了我来参与这个叫做禅修现场的这个分享活动。那么其实呢就是之前应该是秀如嘛，秀如就是来跟我邀约，我们也为此呢就见了一面。当时见面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想好，或者是并不确定说要讲什么，就在跟这个德嘎的义工同学们互相这个聊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想到了说，哦，我可以来分享的是这个有关于书写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想啊，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禅修啊，佛法呀，现在其实已经是很普遍了，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非常深妙的非常棒的教导。那么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哦，也许透过我自身的经验呢，能够跟大家给大家的分享呢，应该就是我自己一直常常在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我的修行生活也好，或者是 我自己的人生各方面来说呢，都是一个可以说就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或者是不可或缺不可没有的一个工具，一个技巧。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那么在这个分享的开始呢，我就先要这个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啊，我的 PPT。好，那么不知道哪个同学可不可以给我就是 hint 一下，说你们现在有看到这个分享的？好，好，那么这个不为写，只为觉，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了。好，那我想从这个主题的名称呢，其实我想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个重点，就是虽然说分享的是书写的技巧，但是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技巧其实它更大的一个利益或功能，可以说呢是体现在能够帮助我们更有觉知，更有觉察，或能够更对自己呢，有更敏锐的一种觉照、观照啊等等，不论用什么词呢，我觉得这都是书写所带给我的很大的帮助。那么，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啊。那么，我把这个书写呢，其实也会定位为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技巧跟工具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那么事实上善于使用工具或者是懂得去使用一些工具呢，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更加的也许事半功倍，或者是更加的容易更有效率。那么于是我自己就发现到说，那么我们在修行上面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佛法的学习以及禅修啊等等这方面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欠缺工具的使用。那么这个欠缺工具的这个使用，或欠缺一些
使用工具的技巧或好的工具的话呢，那有的时候就会导致于我们的这个修行跟学习，变得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好像是横冲直撞的一种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有点缺乏善巧。那所以其实有时候自己做的也很辛苦，但是呢又觉得效果并不是那么好。那么所以呢于是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于是呢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我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些工具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那么书写其实就是我选择的一个方法，找到的一个方法。那么于是就刚刚也提过了，我就发现到说，哎，确实经过几年的一个坚持跟实践下来呢，我就发现到说这个书写的方式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也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去拿起笔。当然我们现在说拿起笔呢，其实已经书写已经不是这种概念了，因为现在我们都有电子工具嘛，所以其实是用打字的电脑也好，手机也好，或 iPad 也好，其实这些都是 更方便的这个书写工具了。所以已经我们也其实已经跳开了这种传统需要纸笔的这样一个方式了。好，所以书写是变得是更容易的，而且还有许多的电子的这个器材的一种帮助啊。所以呢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也可以定位为，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修行的一些工具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好，那但是再回过头来说，我想讲一下，就是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书写的缘起了，就是我是怎么为什么会开始。那么其实呢在大概应该是19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就我那时候就有心里有一个准备当时我就想说在2020年初2020整个上半年其实我就很想要做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闭关。然而呢在这个之前，当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时候呢我也突然有一次机会，我就看到了一个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它主要就是讲到是一些，它其实主要在提倡的是吃素素食的一个纪录片。但是这个纪录片呢，它它的表现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它是专门去研究那一些运动员选手，就是尤其是吃素的运动员跟吃素的选手。而且这些运动员选手呢，他们并不是那种普通的选手，他们是真正是这种参加奥林匹克的选手，而且很多都是得奖的、破纪录的，然后甚至是有这个金世纪录的保持人，所以他们就去研究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概那个纪录片的基本内容。但是呢这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个部分就是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呢，在他们训练的过程，其实呢虽然他看起来他做的是体育的锻炼，是身体的各种的锻炼，但是其实呢他们也会他们是必须要做好记录的所以说他们的训练呢其实也包含了一些书写的成分，比如说他们会记录每天的状态以及记录各种训练的一些标准，尤其是记录自己的状况以及大概记录自己的饮食所摄取的卡路里也好，蛋白质也好或者是自己吃了什么等等的那么这些选手他们做这些记录的原因其实往往是因为呢他是需要对于自身的状态，不论是体能也好各方面也好，他是要去做一个记录的嘛。那么这个记录他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记录其实就是一旦你有了这个记录，那么我们将会更好的对自己的那我自己说就是内在外在，就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观察。那么有了一些认识跟观察之后呢，也能够就及时的来去做出调整也好，或者是改进也好，或者是一种如何的去突破等等的。那么所以呢我就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就发现了这些这个奥运选手
他们用记录书写的，就可以说是这个记录也就是书写的某一种方式啊，来去去增进提升自己的锻炼以及更了解自己。那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其实我们这个修行也好，我们禅修其实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训练跟锻炼，不是吗？就是我们的修行其实就是在训练跟锻炼自己，当然我们不是锻炼我们的肌肉，但是就像明鸠仁波切也一再提到，我们就是锻炼那个心灵的肌肉嘛。好，那所以我就是当时我就决定说，我应该要把自己当选手一样的去对待啊，就是用选手的奥林匹克选手的标准跟方法，那么来对待我自己，然后来怎么认定我自己，尤其是呢，在我即将要去闭关的这段期间里面，就整个闭关的期间里面呢，我都想要用这个选手的训练的策略来进行我的闭关。好，所以于是我就决定说，在整个闭关过程中呢，我就要写一个叫做闭关日志，然后我要对自己有所记录。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种原因了。那也因为呢，这个整个闭关的时间就是早上4:30到晚上8-9点，就是一个蛮长的时间，而且是不断重复的做某一些修持。那么所以呢，我也觉得说应该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呢，就制造一些也许是乐趣或一些不同的元素，那么就是让自己不要到就是重复到麻痹的那种状态啊，这个也是我的当时的一个动机。那此外其实呢，因为这么难得的一个闭关机会，我就也想要留下一些自己的所谓的就是一个修行过的一个痕迹足迹嘛，所以种种的一些原因吧考量，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我记得是2020年1月18号我这个开始闭关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书写的这个旅程。那么后来呢，到后来啊，因为就是这样子写下来呢我就发现到说，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具。也就是它这个是一种这个等一下之后我也会一再提到。总之呢我就在这个闭关期间，我就养成了，可以说养成了这个书写的一个习惯。所以即便我闭完关出来之后呢，这个闭关日志就是结束了，但是于是呢我就又开始了另外一种这个日志的一个形式，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些记录啊。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缘起。那我认为说这个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总之我也是希望说大家也能够找到一个自己书写的一个开始点一个动机动力。那么就这样子写，这个坚持写下来啊，就一天一天过，我也发现到，因为我每一个这个书写呢，我会有个标题，那也会记录这个时间，然后我会有这个叫做号码嘛所以就从第一篇就是一开始呢，有一天我就发现，哇，我已经写到200多，然后300多这个就是变成300多天、400多天500多天。那么现在我就发现，哇，我已经写到了可能是700多天了吧好，那么在我这样子书写之后呢，我就发现到说，我确实是有心得的，而且非常大的心得。那也因为这次的这个邀约这个分享呢，我就也就仔细想一想了，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心得就做了一个整理啊。那么其实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也是这个之前那个 PPT 里面也播放，但是我又再整理了一下。那我就发现到呢，这个书写它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呢，就是体现在这种种几个面向上写出来的这几个点上面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跟一个我所得到的一种好处跟利益。首先呢，就是书写它帮助了我我觉得在这个文思修这个三学上面呢其实书写成为了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工具。其实在这里呢，有一点就是，即便是听闻来说其实大部分像我们大家现在听课很普遍，然后尤其是
线上化之后呢，各种各样的非常丰富的课程呢，到处满天满地。但是我们可能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却这个羞耻也好，或这个技巧，这个练习其实是比较不够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文思修呢，往往很多都是偏重在文上面，然后所以这个思跟修呢，相对呢就是比较少。那但是修的这个部分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理解为，比如说像修法呀、禅坐呀等等，就是一些实践性呢，好像也是做到。但是我确实觉得呢，思是比较缺乏的啊。那于是我就发现，这么书写之后呢，就是它其实书写的这个过程，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思想的整理啊。所以因此，不论你听到了什么，如果你懂得如何的去书写的话，那么呢，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思的这一个缺，这个叫什么一个小缺口啊，好像呢就也因此就慢慢被比较被补上来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心得。那当然了，我也发现透过这个书写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因为是有一定的一些记录和一些整理，有的时候从书写上面呢也带来一些反馈，然后所以就很容易帮助我们呢，就是哎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盲点、一些情况。那因为有所看到，那么因此呢，也可以说你自己也能够像自己成为自己的老师一样啊，就是能够去为自己做出一些调整，也许是修持上的步骤啊、方法呀、技巧啊、那用功的方式啊等等的，就是可以做出调整。那于是我发现呢，这个透过书写，它能帮助我们就是更深化我们的这个羞耻，而让我们的羞耻就是更怎么说更有灵魂啊，而不只是说就是这么重复着而是就是你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一种观察，一种探索，所以我觉得这就让羞耻呢就是更有深度了。好，那么再来就是说我另外一个心得，就是它是一个跟讯息互动的媒介。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听文来说，就是我们听了很多，我们每天可能吸收很多知识啊，很多观念啊，很多很好的一些探讨等等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了，在我开始书写之前呢，其实人生好像也是挺丰富的，但是一方面来说什么都不记得，有的时候就是今天就忘了昨天发生了什么，晚上就忘了早上白天发生了什么，所以总觉得呢，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呢，虽然也这中间做了一点努力，但是还是比较空泛啊，就是比较模糊，比较空泛。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么觉得啦？至少比如说，我们问一下说，哎，我们昨天吃了什么？好了，这个问起来有点像是第三节看新产品就有人记得问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但是呢，确实呢就是想不起来啊。我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是真的，你要想想你昨天吃了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就是模糊了，记不住啊，那何况是前天、大前天等等的。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中也许每一天都是有所收获、有所学习的，但是就这样过了，没有办法记下来，没有办法累积啊。所以我就发现，那么透过书写，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去，应该说有方向性的去帮助我们累积一些我们的这种必要的讯息，以及能够帮助我们去更记忆、更长久的记忆，以及帮助我们去解读与我们所收到的一些讯息。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书写给我带来的好处。然后再来，当然这个因为书写啊，其实它是一个更维系的表达方式啊，比起说话来说，有的时候说话呢，就是我们常说就是不经大脑嘛，其实事实上仔细想一想，确实说话有的时候是更容易的，对吗？但是一旦我们要去写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就是需要用点脑的这种感觉，就是像如果不习惯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还得用点力气啊。那么
这因此它应该它是一个因为是更维系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更维系的一种表达方式呢，我觉得这个自然就会带来了一个更维系的一种觉知，一个觉察。而且呢，你所有的这种觉知觉察，你的表述呢，最终它都会变成是可视化的。什么意思？就是可以被看到的啊。比如说话说了就没了，就飘过去了。那么但是写下来的东西呢，就是它就会在那里，你能看得到啊。所以于是你会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你的观察，你的觉察，你的看见，你的角度等等等等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当然我也发现了这个书写，我这边写就是一个心灵的出口啊，就释放脑与心的一个拥挤啊。那么我发现啊，书写呢其实是一个释放脑容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待会我会介绍哈，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好，那么最后啦，当然呢就是书写它是一个可以训练我们心的方法。比如说其实我们在佛法的整个佛法的修持跟学习，它就是一个对心的一个锻炼。佛法提供了很多修持的方法啊，但是呢我发现到书写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这样一个技巧，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训练自己的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好，比如说书写它就能够依据你设定的不同的目标方向等等，来帮助自己呢去可以说是建设更多的角度，或者是就是帮助自己去调整自己认知的角度以及认知的方式。当然禅修是可以做到的，佛法的修持跟听闻等等这些修学都是可以做到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如果说你还能够有一个书写的这样一个工具跟技巧的话，那我是非常相信，就我自身的这个经验啊，我是非常相信呢这个会更让你的这个修学呢是事半功倍的。好，那么于是就这些我的这个心得哈来看的话呢，我就给予我自己的这个书写的一个状态呢，我其实就想到了一个名称啊，想到了一个名称，我觉得这个名称就叫做功能性书写啊。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会不会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名称已经出现了，我不知道。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我的书写啊，并不只是书写这么一个这样一个概念而已，而是呢更是一种比较功能性的方式去书写。那么这个待会儿我也会跟各位来分享，看看就是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因为呢这个之前我在一开始我们就在脸书上我就有做一些书写的这个部分的分享的时候呢，有同学呢他就认为说，他就会问我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呀，书写，你的书写是什么意思。然后有些同学就认为说是抄经啊，把抄经认为是我所谓的一个书写的状态啊，或者也有些人说是不是写下自己的心情，这个就是书写啊。那么或者也有人觉得说，哎，类似像网络的一些发文呢，啊，这个就是书写。当然那些都是书写没错，书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称呼，这里面涵盖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书写方式。但是呢我在这边所想要跟大家分享跟提倡的这个书写方式呢，它其实是并不需要就是说具备这是什么，你并不是要想说我要写一个很有起承转合的一种作文你也不需要考虑要写出文情并茂的文章，也并不需要写出什么条理分明的报告，甚至呢你也不需要去这种叫做笔墨横飞的这种各种抒发，其实这些都太严重了，因为重点还是这个书写，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我们是用它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的修持，可以说帮助我们的文思修啊，或者是帮助我们提升这种叫做觉察觉知力等等的，因为是设定有这样子一个方向。好，所以说因此呢在这里的书写就是不需要去考虑那些
刚刚所讲的这种啊，像写作啊、写文章啊这样子这么严重的事情啊，是不需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压力的，也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期待啊。那当然，另外呢，肯定的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写出来要炫耀一些什么，或者只是纯粹的一些抱怨自己的遭遇，也不是啊。好，但是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说，这以上种种都是书写的成分啊，这是都是涵盖在书写这个比较大的一种框架概念当中的啊。但是呢，我所谓的书写呢，就再次的跟大家呢，就是厘清一下，我所谓的书写呢，就是功能性的书写。那么我给这样一个功能性的书写呢，其实也赋予了一个定义啊，就是我现在想到的定义了啊。那么如果以后要改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啊。那总之呢，这个定义就在于就是依据你的需求来定义我们当下书写，当下你要写什么，然后而且随时去调整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辅助修行啊，或这个辅助佛法修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写的这个工具呢，这种功能性书写呢，其实一个重点啊，就是你要稍微要设定一下目标，那书写是要有一个目标跟方向的，而且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呢，这个书写它的这个目标跟方向，你是可以去做随着你当下的一些状况需求而做出一些调整的。这个首先这个大定义我们就先就放在这讲到这儿。所以这里呢，你也可以理解为说，其实书写这件事情本身它也就是一个修行啊。那么就像我们做禅修一样，在这里大家都是德嘎的法友，应该大家都上过开心禅啊，很多也上过解脱道，也做过各种各样的修持，所以我们应该从之前种种的这个教导跟自己的一些经验当中知道说呢，像我们做禅修的话呢，其实多少是要设定一些目标的，或者是你也可以，而且是必须要有意识的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呢，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是一种训练，是一个练习，就像禅修。而且呢，你应该是依据着当下自身的状况可以做出调整的，比如说你该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应该换个方法啊之类的啊。所以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可以说是实验过来的这样一个功能性书写呢，它就需要具备几个一个，也许应该说是原则吧，或者是一些条件，就是要设定一点目标啊，就是至少有一个书写的方向，而不是就是就是不断的乱写啊，是这种，不是的，就是有一个方向啊。还有呢，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以及呢，你把这一个书写呢，当做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也可以说是修行的一部分。然后再来呢，你要有意识到说你可以做出调整，而不是说你定下一个方向你就非得这么做下去，是不需要的。这是我的一个经验。但当然接下来我就会讲到说，比如说像这样的目标来说的话，就是怎么去做呢。好，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就分享，就是你可以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呢，这里所分享出来的所有的这个方向啊，你书写的一个方向呢，都是我自己试验过的啊。那比如说第一个呢，你如果是一种你可以设定好是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书写呢，它是一个对于我们每一天的一些你比较想记下来的发生的一些事件的一个记录啊。所以就我这边写说是一个生活上的记录也好，或者是生命事件的一个标注。那么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其实昨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前天怎么样，大前天怎么样，就是常常仔细回想，空白一片啊，人生就这么好像一再空白着，就又活到了今天。那么所以当时我的闭关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目标想法，就是呢，对于我每天的修行，我要有一些记录，不论我做得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都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记录跟观察。那当我这个在现在在生活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会见到一些人，我去到一些地方，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我觉得
我就很想把他们记下来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个轨迹跟记录。好，那比如说今天我要写的一个内容会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去到，我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去参访了在尼泊尔的这个菩萨寺啊，一个寺院。那么我就会想要记录下我今天去到这个寺院了，然后以及跟那边的这个住持法师啊等等有一些对话，而且从这些对话当中我有一些收获，这就会是我今天设定好的一个我想要书写的方向啊。那这几个，这其实这几个方向你是可以，也许每天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今天就什么都没发生，或者也许发生但你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就你最有印象的事情来做一个这个一句话也好的，只是一句话的记录，这个都是可以的，不需要长篇大论。好，那么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也许我们收到了一些讯息，我们有了一些学习，那么你就可以写的是，你的目标就可以设定为就是，哎，这个一个对于你自己的，你收到的一些，你觉得是有用讯息哈，重要讯息的一个反馈啊，或者是一个整理。那么，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反馈，整理对于讯息啊，那么你就可以，也能够强化我们的一些记忆，就是加深你的记忆。然后呢，这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有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各种的想法，那其实讲来讲去很模糊，但是有时候你就觉得，我可以写下一下我的想法是什么。就像我前阵子有一天呢，我的英文老师那么就带我就是听读了一个TED 的一个演讲，然后这里面就这个演讲内容主要的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语言对于我们认知的一种，就是如何语言是如何的去等于说建构我们的认知的，或影响我们的认知。那这个 TED 的演讲，我觉得这个内容量非常非常大，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收获。那么于是呢，我就会把这个内容就做一点，就是一些记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很有收获的部分啊等等。所以这样一个对于跟讯息的互动啊，对重要讯息的这个一种互动呢，你可能就是对一个经验啊，一个观念啊，一段文章啊，或者一部电影，一本书啊，你可能心中就有几句话的一个总结，这个都会是非常好的。好，那么这就是第二个。那么再来呢，我觉得这个目标你也可以设定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厘清模糊的概念啊，就是说你怎么去跟自己内在对话，比如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写下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就心里产生了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这样呢，那么这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一天就在疑惑着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写下来，那么也许不是今天，或者是过几天，甚至过一阵子，也许我会再回头看看我曾经的疑惑是不是还是疑惑，或者是也许这个过程中我就已经找到了答案。好，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是释放大脑空间嘛，可以减少记忆的压力。那么这里我就做过一件事情，我是怎么做呢，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就是脑容量就是这个容载就是都是超载的一个状态嘛，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多数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其实我发现呢这个书写有的时候呢就可以释放出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讯息啊，然后把它写出来，那有的时候写出来呢就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好像把你脑中就是一直想要记住的一些事情但是又怕忘掉的很多事情呢，你把它移出来了一部分啊。那你这样子移出来之后呢，你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自己就觉得那个脑的压力就减轻了一些，因为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你如果就是总觉得心里一直有一个压力是我想要记住这个啊，我不要忘了这件事情了啊，又是哪个事情我一定要什么时候要处理千万不要忘记了，有的时候心里越多这样子去提醒自己这个其实一直以来也变成了另外一种压力啊。那么我就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
我用在了哪个地方呢？除了有时候就把一天要做的事情或这阵子要做的时候就写出来啊，就打字出来，有个地方，也就是说自己回去看。那么我就每天你自己去看一看自己的那个小笔记啊，小的一个就是 list 一个清单。那么就是说，那写出来以后，我就不把它就是这个有压力的放在心上了。那另外我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禅修的时候啊，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时候反而就因为禅修心静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哎一个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然后你发现啊就是起了这样的念头，然后发现某个事情应该做没做，又或者是你突然想起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有一个很不错的想法，那又或者是你突然发现你肯定应该要联络谁但是还没做，就是种种的一些念头呢，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一种完全没意义的念头，而真的确实就是你得记住的，你忘了的，或你得去做的，你还没做的啊，等等这样子的。那我就发现说这种情况对我的这个禅修呢也产生了一点压力，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在禅修，然后我就起了这个一个念头，比如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啊，结果我竟然没有去做。好，但是因为现在是我在禅修的时候，所以我就先把这样子的想法应该就是在觉知上，然后我让它放下啊，不管是想到或不想到，但是我就放下。可是过一会儿呢，这个念头是没有了。那没有之后呢，当我这个禅修结束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症状啊，这个症状就是哎，我刚刚好像想到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结果忘记了又，那是什么？哇，你就很好像很重要，但是忘记又忘记了。那么于是呢，这个就有一次两次发生，就成为下一次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如果又想起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会有个压力，就是、哦、我待会一定要记住哈、啊。但是结果其实待会还是忘记哈、啊。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脑子就开始呢是有点压力的状态啊。所以于是呢，我在禅修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会放一个。随便几张纸一支笔，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重要事件应该要记住但是忘了结果想起来的话，举例来说，那么我就会马上的写下来，但是当然了我这个写不是好好的写啊，其实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几个关键字，主要确保待会能够记得住想得起来的啊几个字写下来，放下以后继续禅修。那么我就发现到说呢，这样子我的这个我预计比如说这一个小时我要好好做禅修的话，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技巧，那么就能够帮助自己呢更好的马上释放掉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到禅修上。这就是一个小技巧，我觉得呢我也这是一个书写的一种应用法吧，啊，我是这样想的。好，然后呢这个书写也可以，你把它设定为是哎疗愈的一个方式啊？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我自己，因为一直书写下来，我就发现这个书写其实是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目标的设定啊，它其实就是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方向上面。那么于是呢，我就有一次发现这样子，我就跟我的法友们啊有一些争执，那有些争执啊，有些这个不愉快了。那么于是呢我当下啊，我就不舒服啊，这个心里就是觉得堵啊，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就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然后观念无法沟通啊，大家没有这个无法交流，但是呢你也不可能再去交流了，也不可能再去做什么，就是一时之间，然后你的这个情绪呢就是有一定的张力就在那里，然后于是我就好像一个下意识的我就想，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这个觉知也好啊，当然禅修的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书写配合的觉知还是特别好用啊，就是有一点这种两重方法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么于是我就跑去写，那我就怎么写呢？我就写下了这个 OK 我们是怎么开始争执的，我们因为什么原因就吵架了，然后呢以及我们大概吵一些什么内容，他讲他主要的观念是什么，那我主要的我想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哪里就不行了啊，就是无法沟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不舒服啊，
我觉得这个，或者你也可以写我觉得受伤啊，或者我觉得什么、啊、其实 这些描述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多，但事实上它其实都可以是几句话、啊、就可以讲完的一件事，就是在 写上面、啊、是几句话就写完的，甚至都不用花到一两分钟。然后于是我发现、啊、就用这一次的经验，就是好像去年、啊、我就发现到说，哇，就这样子是写一下，我发现我的这个当下的那种情绪的那种内在的不舒服的感觉啊，就瞬间就减轻掉了一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我真的是觉得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就马上就觉得哇，那个心里的那种堵着的压着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哇，瞬间清理掉一些，其实就是一些文字的表达。然后也从这样的文字的表达上呢，我就发现到说啊，我看到了为什么我们会吵起来了，而且是在哪个点上吵起来了，是正好就是他说了这个，我说了这个，我们就在这个上头就不愉快了。也就是你突然发现透过书写也帮助你看到了为什么 why、啊、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明明大家都是很好心的，明明大家都是这个是善意的，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啊？就看到为什么了。于是这个书写有点好像是你写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你自己再去看的时候，你就更客观一点，你成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一个啊一种经历的描述跟陈述啊，于是就好像是旁观者清一样的了，就看到了自己啊。所以呢，我就发现为什么啊，然后我就知道啊，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我比较错，或者是说哎，其实上他比较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发现我就可以找到方式、啊、找到那个点、啊、来试着去解决彼此这个在冲突上和关系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从书写上也发现到的一个应用的地方。好，然后呢这个再来书写能够确实啦，我们刚刚讲到因为书写是更要用脑的嘛，这个确实你们体验一下，所以于是呢这个无形中就比较帮助我们能够更去打磨一下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有的时候我觉得呢，因为文字的表述呢跟语言口语上的表述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语言可以就是乱七八糟说，而且不用负责任，对吗？而且说了有时候自己也都忘了自己说什么了，因为它这个发生太快了。可是文字呢它相对来说更需要一些思考，而且因为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就花的要比较长比较慢一点，那么所以呢也能够带来一些思考的时间、啊、一种就是它帮助我们思考，以及呢这个过程也产生了或提供了我们可以更加的好好的去思考的琢磨的一个空间哈。那么所以说这个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这个思考逻辑能力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心得收获。那么最后当然了，我觉得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觉知了，这真的是我的感受。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透过写你其实会看到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角度，你的观察是什么，这个你完全是透过写出来的东西，你看到的就是很呈现在那里的，就是具象化的你的内在的一个具象的体现。好，所以这个方面呢我就会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也没什么时间，我就会用在于是今天我也不想记什么东西了，但是呢我仍然我要规定自己呢每天我至少要写出一句话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可以就是我的目标设定在对于这一天的总结、啊、这样一天过去了，那么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想一想我对这一天做一句话的总结是什么呢、啊、你就写出来、啊、你也会发现哎，原来你是这样看待这一天的，原来你是这样认知这一天的之类的，你可以看到。那么于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我就发现到说、啊、特别能够、就是真的帮助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认知，透过看到也才能够增进或者是提升了自己的观察力等等等等。 好，但重点呢这个书写其实呢就是
其实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角度趋向观察种种你内在的东西是写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说就呼应我们前面刚提到有些人认为是抄写什么、啊、抄一下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就不是这个概念、啊、但是呢只是一种很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你可以 更思考其实是自然的一种流露、啊、然后不带着某一些企图，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发文、啊、那我们也不是要去比谁写得好，对吗？也不是要去做什么，就是你首先自己得想明白书写这件事情的目标是设定在哪里、啊、所以于是呢就是你设定好目标，但是、你不是只是去抄一些什么东西，或也不是要表演给任何人看、啊、只是为纯粹就是你自己心的一个流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好，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书写它的种类有哪些啊？但就这些种类就是呼应我们其实之前提到的一些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书写有很多啊，你可以是日志式的书写啊，你可以是写出一些你的反馈，比如说我在闭关期间，我就会写出一些对于那一天我的这个修持状态的一个反馈啊，也许我觉得今天就是用力过度，然后导致于感觉到疲惫啊，等等的，那就这样一句话，但这也是我的反馈。然后于是你可能就会知道说，哦，也许明天开始我要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啊、有时候你想想你不写的话，你可能好几天都处在某一个状态中而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觉知到，然后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出调整。好，那么所以你还可以是总结，就我刚刚说一天的总结，然后你也可以去追踪、啊、你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在上某些课程，然后你也有在做某一些学习的话，那么这个书写它也可以是一个追踪你自己学习跟进度的、啊、一个方式。或者你比如说你在看一本书，你每天可能看了几个章节，那么对这几个章节你肯定也能够总结出一句两句的这种、一种你的心得感想，或者是你的一个对这些内容的一个总结，这是肯定是可以整理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对于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追踪、啊、当然这个书写也不排除抒发了、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它其实可以是一个疗愈的方法的、这个也已经应用在很多的面向了。那么 把自己的一些遭遇做个记录，然后试着去看一看你自己记下了什么，也可以说你在陈述的自己的种种遭遇跟经验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陈述这件事情的。当自己再看的时候，也许当天看，一个星期后，一个月后，一年后再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发现会有一些蛮有趣的发现的、就会发现、哎、自己的心灵的一种变化、自己一个角度的变化、自己的成长。总之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的无常，但你却看到了自己无常的轨迹，其实这还蛮有趣的。好，或者你可以写一些、你对于一件事情某个事件某个情况等等的你的观察，我观察到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训练。然后你的思考是什么写下来，或你自己、的角度，那这个角度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在佛法的修学上面，我们在学到很多佛法的见地本身呢，它就是在建立我们一些观念跟思维的方式以及思维的角度。所以我们所谓的学佛就是在学习佛法的一个观念，佛法的这个思维的角度方式。好，但是呢因为我们平常的人生我们习惯的某些角度跟观念等等可能是跟佛法不一样的，或者是你可能觉得比较负面。 Sorry 我会不会讲得太快了，翻译们好，对不起啊，我再慢一点。好，那么所以就是于是为了要去这个去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重建，或者说我们是要去训练自己的角度、啊、于是我们就可以去试着比如说我要设定我的目标，我想要每一天我会写下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
我值得随喜的事情，值得欣赏的事情，就是你自己透过这个角度的设定来训练自己的心，告诉这个心你应该看到什么，训练它去看到要看到的。好，好了，所以呢，因此呢，这个书写呢，我就整理出来了，这也都是我自己在整个这么700多天的这个书写的每一天的书写当中呢，我就写过的啊这一些种类啊，以及设定过刚刚就像刚刚讲，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些种类也好，这些目标也好，等等等等的。那当然啦，我也就是依据了我自己的一些状况，那么依据了你当下的情境，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很忙。那么很忙的时候，你其实只要，也许你实在没有时间或很累了，那么你就只是做个总结，你一天就一句话的总结，哎，这个就够了，那就像我这阵子呢，因为我觉得我在旅途当中，然后每天这个变动比较大，所以我就这阵子的记录呢，我就会发现到是我这阵子的每天的书写呢，就是只是记录于对那一天的一个几句话的总结。那有的时候之前阵子我们在台湾待了很久的时间，比较生活比较稳定，那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多一些书写，比如说我不止总结，我还会记录一些每天的发生，或者是我会写下一些思考、一些观察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取决于你当下的情境，然后忙的时候有忙的做法，闲的时候有闲的做法，但是重点就是在于是什么。我怎么去坚持持续的去做书写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就是喜欢用书写这个词嘛，就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之前就有人会问我说，你所谓的书写是写日记吗？是写日志吗？是抒发心情吗？还是什么呢？或抄写吗？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难定义为到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当中的啊，这个是一个更涵盖更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你随时依据着你当下的情境、当下的发生、你那阵子的状态，然后来去定位、设定目标啊，你不同的书写的方式跟种类啊。那我想就是到这里，大概应该大家都对于书写一定是。就是我想象的哈，就是我实践的这个书写呢，是有一个认识了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要看一下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也许你们已经很多同学是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有这个习惯了，但是我相信呢，更多的同学是还没有这个习惯。我们都会写，但是呢，至少写这件事情呢，可能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是一个习惯，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一下子你不要做太多，这跟禅修一样的，就是你要尽量让你的书写是简短的，而且呢，你也不需要写太多的细节。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你决定要记录下一个事件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写啊，见了谁什么什么的一大堆，然后非常多的细节就写出来几百个字，那么甚至几千个字。那么这样子呢，你写一两天之后就一定会放弃的啊。所以呢，就我们的书写呢，就是你的进行的技巧，你要提醒自己，或者是告诉自己的是要简短，而且呢不要太多细节，就是大致的做一点啊，一个啊，就是一个怎么说的，简略的一个记录陈述就可以了。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用这种条例式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写一大堆文字的时候呢，你多少就是会有点，我们会有点怎么说，就是会迷失在文字当中。所以呢，我的方法是呢，你就写比如说我今天的发生一去了菩萨寺，我用我自己来举例，就一去菩萨寺见到了谁，然后觉得有收获，可能就是一了。然后二，我今天做了受德嘎的邀请，做了一个分享。这个就是一个简短的一个记录了。那如果你再有时间，
你才会在这个里面当中呢，比如说去菩萨寺的话，你下面你的心得是什么呢？也许一两句话啊，可以解决。那又或者我今天做了这个分享之后，我可能也会去写一下，嗯，我今天分享的状态跟心得是什么啊，或者是发生什么，就看看我自己想要写什么，对哪方面是有想法的。那么在这个书写之后，你也不需要去纠结于什么文法呀、文笔啊，就是不需要。啊，这个我们要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态上呢，是要让这件事情是容易的，不要设立太高的标准。再来呢，我有一个建议是，那你每天今天比如说你就写了这样子的，但是你可以给你自己的今天的书写呢有一个标注。那这个标注是什么呢？也许就叫做今天这个叫做丰富的一天，举例来说，或者是有收获的一天。或者是这个参访，我今天参访的日子啊，或者是忙碌的或什么的啊，总之呢，你就好像是给一个小标题，一个标注啊，那么可能是一两个字的一个总结，我认为呢，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啊。好，所以对于书写来说，我其实觉得你就是一天写两天写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我们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态度或一个准备，就是这是应该要每天做的事情啊，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必须让它是简单的，从简单的开始，而是每天可发生的可做到的。那么比如说当你一旦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在我们熟练了之后呢，那么就像我刚刚在我们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就前几分钟我就坐在这个电脑前面了，那么我就发现，哎，我就两分钟我其实就可以把今天我早上去菩萨寺参访的这个心得我就已经写完了，所以我其实今天已经没什么要写的了。那么我今天刚刚就写到说，嗯，就是我去参访，今天参访菩萨寺，尼泊尔菩萨寺，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菩萨的样子啊，就是不是对辛苦或障碍没有感受，而是说虽然痛苦着，但是却仍然义无反顾的愿意去履行对自己对众生的誓愿。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去菩萨寺参访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体会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我的心得，我的学习，我的看到，就这样子啊。好，你不用求多，也不需要想太多细节，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稍微的过一个脑子写出来，就未来我也发现，就算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如果你再看到今天这篇文章，你会对今天是很有印象的，而且你会记起来，会想得到我们今天的收获跟学习启发是什么。好，那么如果你有时间啊，你有空闲，那么当然你可不可以写更多的细节，可不可以写更描绘更丰富的心情，能不能够更多的发挥呢？这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的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日常每一天你偶尔我们是可以去吃大餐，吃五星级的餐，但是呢你日常还是就是轻舟小菜最舒服嘛。好，所以因此呢，就是日常尽量是避免太多细节，简洁简短条例式的一二三这样子的去写，我认为呢是比较容易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就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我的做法呢，我基本上写了各种之后呢，到后来我发现我就是好像刚刚这个吃饭的概念一样，就是最常吃的几道菜，就是我会写的几个目标跟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发生什么，然后对今天的总结，然后想出一个对于我这今天的表述的一个关键字啊，一句话，也许就叫做也许叫丰富，也许就是叫做有趣啊，也许呢是叫做也许是疲倦，任何的都可以啊，字数多一点少一点几个字都是 OK 的。好，所以因此在你的书写上面，我们这种。我想到这个功能性书写上面，我就发现到说，你可以一个目标，你也可以是多个目标，就是你书写的方向啊，是可以一个或多个，这是都可以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哎，我如果今天很多人说我摆烂一天，对吗？然后就什么都不做，无所事事一整天，完全什么都不干的一整天，就这样过了的一整天，那我就没得写了，这个怎么办呢？那也许有人是这样子问的嘛啊。那么，但事实上，这个我就有过这样一个经验哈，就是比如说我前阵子上个月去打了疫苗，打了这个第三剂的疫苗，然后这个第三剂呢，就让我体验到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痛苦，就是说比起之前的两剂疫苗呢，这个第三剂的反应比较大。那么所以就有一整天呢，我就是几乎是没办法做什么的，就是想躺着，但是也睡不着，醒也醒不过来，反正就是这么这么纠结的挣扎着就过了一天。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我还是有收获啊，也就是当时我就发现到说呢，哎，即便是这样子的无所事事的一整天啊，疾病的或者是不舒服的一整天，我的收获是我发现到呢，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病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啊，这个就会是我那一天的一个记录了啊，就是打疫苗不舒服很难受，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还有生命多么无常，这就是我那一天的一个对于那一天的一个反馈啊，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分享哈。那么重点来说呢，就是当你有意识要去做书写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用书写这个工具的时候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我自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觉知的一个应用方式也好，或者是一个觉知的技巧，除了禅修之外。那因为有写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啊，你给自己设定的这样一个练习，一个功课，所以于是你就会发现呢，你对自己的生命、人生、生活跟种种的发生，不论是修行也好，或一般的生活也好呢，就会更有一份这种更清晰、更清楚啊，或者是更有一种觉察。好，那么这个真的就是我所发现的这个一个书写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好处哈。好的，那么再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呢，这个书写的这个书写的工具啊，我们刚刚就是有讲过了，我们可能原先传统上我们就是会想说纸跟笔嘛，啊，这两种。但是呢，但纸笔过去我觉得是有一个小小问题，虽然我其实是很热爱于纸笔的书写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纸笔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会怕被别人偷看到，对吗？所以就很多这些小孩子啊的时候呢，就写日记。然后结果被同学、被家长偷看，然后最后就放弃了写日记这件事情，甚至是成为一种恐惧啊，或者是一种受伤啊，自己的小秘密被发现了啊，被看到了，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压力跟恐惧。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因为有很多电子工具了，你的电脑上面因为有密码，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设定，所以就是，对书写来说，这个保密性啊、隐秘性、私人性其实是更高的，所以这几个书写的工具呢，有一些是我用过的，那么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觉得这几个程式蛮好用的啊，尤其是我主要的就是在用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个就是 Evernote 啊，就是叫做印象笔记啊，第二个呢就是 Notion。好，那么这是我所使用的工具。好，那其实书写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发现啊，我在我很有收获之后，我就跟我朋友就常常推荐他们，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写啊，就是赶快就是好好去写，就是试着去做这件事情。我跟我的很多朋友呢都推荐，但是呢，我也发现很多朋友都给我第一个反馈就是啊，最怕写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叫我写，也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反馈的。那我就想一想，这个是为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也跟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内容有关，是
因为写它就是一个更维系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因此呢，相对来说更需要用脑，尤其是如果不熟悉的时候，所以呢，不熟悉的话就比较累啊，觉得比较难，比起讲来说，那写好像比较慢啊，也比较花心思，所以就不愿意这么累了啊，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也一再的，我也这么想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啊，因为教育的普及也好，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写的，我们是具备这样子的能力的，大部分的人啊，我们不像早期古代，会说话，但是不一定能够读跟写，我们几乎是，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能读能写的啊。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这个行为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具备这个能力的话，那么都已经具备了，那么只是差一个就是用不用的差别嘛，而且当然是越用当然会越熟练啊，所以于是我也是鼓励大家是运用这个书写的能力，书写的这一个我们已经学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然后来用它来帮助我们更看清理清跟体会或者是觉知我们自己的人生跟生活。好，那么在这里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反正行动就是要最好是马上开始，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这边写的立刻拿起笔或下载程式，但是你们先不要离开这个Zoom 哈。我想要大家就是我们现在你就在这个 Zoom 上面呢试试看，就是比如说从刚刚到现在你们已经听了我的分享，也是应该是快一个小时了吧，还是不知道多久了，那么都是我在讲。那么我倒是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那这一个小时我相信大家多少也许是有一些收获的，会有些启发的，会有些想法的，那么你试着简单的或直觉性的，也不要想着写多好的，但你就把自己的这个也许是收获，也许是启发，或也许是你觉得哎比较有印象的一个话或一个什么部分，你试着用你自己的方式简短的把它写下来，可能几句话就是一行，那么试试看。那我希望你们是能够呢就是写在聊天室这边哈，那么可以说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试试看，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来做一点书写。好，所以我看到已经有同学在分享了啊。好，所以有很多同学说就是对书写有点兴趣了啊，今天开始要记笔记，然后要想从现在开始，然后呢OK， 就培养这个也许专注力，也许禅修，写就对了，要开始试试看，有受益哈，然后去训练自己心，要去看到，要看到的。OK， 好，很谢谢大家的分享，就是我还想，这个还有很多同学应该还没分享，所以我们再等一等，就是你试着写一写，好。通过书写来修行，记录自己的感受。然后要简单持续，对。这其实简单持续是跟我们这个禅修的一个要怎么能持续去练习的一个概念是很相应的。我想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你必须要让它简单啊，那么才能够真的持续下去。好，那么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这个分享呢，就是去开始拿起这个我们其实是已经会的这一个工具，这个技巧或这个方法，然后来帮助自己。那但是呢就是再次的强调啊，你的这个目标要有一些小设定，也就是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书写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就是不需要去漫无目标的写，也不是去落落长的去只是去抱怨啦，或者是去什么的啊。那当然书写呢也不应该成为是一个攻击的武器，对吗？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很多人的这个书写呢是像是一把刀子一样的啊，
这个虽然语言有的时候是一把刀子，写出来的文字也可能是一把刀子啊，让人不舒服，或者是伤害到某些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要把书写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修行之外，也是你一个修行上的辅助工具啊。所以这个方向跟目标是希望大家都能记得的。好，那么在这里啊，我的书写行动里面的第二条，我就提到说，那你要怎么让自己能够比较持续呢？其实啊，除了让这个事情变得比较简单、容易执行之外，你可以建立一些小小的反馈机制啊，就是让书写，我们其实人就是需要反馈的啊。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爱玩电动，对吗？这个电动啊、游戏啊，它这里面就是，哎，你做到这件事情，马上就哇哗啦哗啦那个钱币掉下来，或马上就得到很多的奖品，得到花，得到什么啊，就让你觉得很快的就得到了一些激励，一些反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就更想要去玩各种的游戏，打各种的 game 啊。那么，那么所以于是，我们自己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模式啊，然后呢，来去建立一个反馈。那其实啊，比如说我就发现到一些社群媒体啊，比如说在台湾，大家是写这个叫什么，有脸书嘛啊。然后还有什么Twitter 吧啊等等这些啊 Instagram， 然后在这个大陆有一个微信、微博啊等等的。那么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的书写当然是你的修行，你自己的这个记录，不论你的目标方向跟方式说的是什么。好，那么重点是，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部分你觉得哎还不错，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收获、你的心得、你的一些体会啊，或者是小小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哇哦，这样有的时候我回头看看我过去曾经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是拿去看看，然后就发现哎，哇，我首先一种情况是你会发现啊，那个时候的想法实在还是层次不够高啊，我现在已经进阶了。那有的时候又是你会看到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会发现哇，我当时挺有见地的嘛，好像挺厉害的，挺有想法的。那么于是你可以试试看说，哦，你把自己你觉得可分享的部分，也许呢你就可以贴在你的脸书上啊、微博上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只是这是你觉得是可分享的那么那有的时候因为你贴可能有一些你的朋友就会给你点个赞之类的那么于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说就透过这个为自己建立一个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反馈机制了。好了，但是我也希望说，当然这样讲也不要造成大的压力，说我一定要去写脸书啊，一定要贴脸书，甚至有的时候贴了脸书之后可能有人不点赞，或者是写下了不同的这个看法以后就造成自己内心的压力啊， 你自己评估一下啊。当然发在社群媒体上的东西啊，你自己要想好要发什么啊。那么总之类似这样子，或你有一个小小你自己的朋友社群，你们就是自己彼此分享也是可以的。总之有一点点小小的反馈机制的话，那么对你要去更长期的去做这件事情呢是有帮助的。刚刚我看到一个同学呢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说那这个书写是不是就是日记呢？其实我就是在这个重复一下哈，书写可以是日记，日记是书写的一种哈，但是呢我们刚刚回头到这里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书写的种类，对吗？日记、日志，这是第一类。所以就是日记的方式，它是书写的一种。但是你这个日记里面写什么啊？那么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写你的日记，或者是说你设定了什么样子的一些目标啊？也就是说你的内容方向、你的角度是在哪里？那么这个是你可以去调整的。所以我对于书写的理解呢，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它涵盖了更大的范围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想日记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比较狭隘了，对吗？因为我们可能每个人对日记都是有一个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认为的日记写法跟可能你认为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的书写的方式
角度啊，以及是更丰富的，是更可以调整的，是随时是可以去改变的。好，那么OK， 好的，那么总之呢，这个书写啊，最终下来呢，我就发现呢，就是你对自心跟自己的生活，因为书写这件事情啊，就多了一份清晰。我自己觉得这一份清晰特别重要，也就是我们其实修行觉知禅修修学佛法，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是在培养自己的自觉。而我同时也发现，透过书写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自己有所自觉的一个方式。当然了，书写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透过一些有意识的去做，设定一些目标，然后一些不阶段性的不同的调整，那么呢是有必要的，是要有技巧的。可是这样做了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心跟生活呢更多的看到，有了更深刻的观察，以及重点就是更明白更清晰，这是我的发现。而且你也会发现，如果一旦你慢慢能够运用好这个书写这个工具跟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它其实可以运用的场景是非常多的，它运用在学习上，运用在生活中，运用在修行上面，这都是可以运用的。此外，这个重点是透过书写，我发现就是你会发现每一天其实当你从书写的那第一天开始，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是有所收获，是有所学习的。即便那么从很微小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跟发现这种启发，跟发现与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于每天的发生，你会发现会更有意识，更有印象。我觉得这种有意识的这种状态，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这跟就是有觉知的一点感受呢是很相呼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意识就不会再是太过于浑浑噩噩的感觉好，而且呢，透过书写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最后一个总结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书写，所以事实上你比较能快速的看到自己，然后你能够比较快速的去做出一些对自己的新的方向以及生活的状态种种种种，是可以做出一些及时性的调整一个从一个盘整比较迅速的盘整调整的。我发现这是透过书写是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对于书写的种种收获跟一个整理，然后也是很希望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就是能够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那我相信你们会是有所收获的那么好，那么我还有个最后有个故事要分享，但是好像我们到休息时间了，是吗？是休息时间吗？你是说五分钟？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吧。好，各位同学，我们就喝口水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是有这个问问题的环节，然后以及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好，那么就是我们又再回来到这一个这是一个问答的环节然后我看到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呢，就有点惊到了，但是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回答得完。那当然也有一些是禅修的问题那么我觉得禅修的问题我就先放一放吧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还是一个这个书写这一个技巧这个工具的这个使用，所以我们就大概先比较有焦点性的先解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有同学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就是说书写有的时候会强调是一个人一种个人化的观点的阐述所以呢，所以如果我们设定的书写的目标就是
佛法的修持是这个目标的话，那么是否应该避免过于着重于自我的想法的表达呢？或者是过于执着于自我呢？这个平衡怎么去分享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任何时候呢，其实都是难以完全的客观的。好，但是呢，所以于是呢，我们确实很难以说完全没有任何主观的阐述，这是很困难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我刚刚分享的那几个可以说不同目标的设定啊。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写佛法的修持，但佛法修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也许你可以不需要只是一种主观想法的表达，但是你可以设定什么呢？你可以设定就是说一个比如说我在佛法修持上的比如说一些当然你如果你说是看到什么的话，那么那就是一个也是主观的但是你可以说我的收获是什么或者是我在佛法修持上我每一天的一个状态的记录这个可以是一个比较尝试自己尝试客观的去描述描绘的，也就是说能不能够自己去设定好一个方向，就是我会尽量客观的来看看自己佛法的修持，以及我自己比如说我做到了什么，比如说我今天你这阵子你要记录自己佛法的修持的话，那么也许你就可以设定一个小目标，是每天记下一个我今天做到的修持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做到的是保持觉知了，我在什么情况下保持觉知了，或我今天做到了一点慈悲心，我怎么做到的大概就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描述也以及呢，你待会儿也可以回去看看，我想你们已经应该是照下来了吧就是那个刚刚的 PPT 里面呢，就是已经写出了一些方向一些角度，或者是你可以要求自己，是我可不可以今天每一次在看一个问题时，我能够提出两种角度呢或三种角度呢就是可以这样子的去要求自己所以修行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要求的事情嘛。那么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你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设定来去尽量减少一些个人化的观点的表述。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完全否定一个个人化的观点，因为也许这个是你很好的一个见解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一次体会一次心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是值得被记录下来以及未来能够回味跟去欣赏的一件事情，是吗？好，那么所以自己要懂得去设定你写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那么有同学问说，手写或打字的方式我会比较建议哪一个？好，那么其实这个是我也纠结过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呢，我现在都是用打字的我基本上是用打字的，我尝试过手写但是太慢了而且因为呢，我们这个时代，我现在的情况呢，我已经用电脑或用打字的很久了，所以我发现呢，有些字写着写着不会写了那么这个就是说让这个书写的这个困难度变高，然后呢以及速度变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发现这是一个障碍，所以我就决定我是用打字的方式来书写。那么有同学问说，每天花多长的时间在书写上面呢？还是固定的时间呢？时间书写还是任意的时候书写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看每个人自己不同，所以你当你开始去写的时候你自己就是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一阵子去固定时间，也可以一阵子任意的时间去写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去尝试，然后找到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状态。而事实上我自己发现呢，比如说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生活作息各方面都稳定的情况之下，固定时间是容易的。但是当你的生活比较动荡的时候，你旅游你出门出差等等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你就常常错过了那个你原先固定的时间，
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也可以做到的是，如果我现在有个时间，比如说你在那个高铁上面，对吗？就是比较稳定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一个某一个时间，有一个空间呢，一个空闲的话，你就写啊。重点呢就是一个持续性。其实这个讲到这里，我就发现你们应该也会知道，就是说我想大家都是在这个德嘎的社群当中呢，就是学过禅修的啊，上过开心禅课程的。所以其实这跟我们每天的功课做法呢，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一种就是你固定时间做，一种呢其实是随时随地的试着去做，试着去想到这件事情去做它啊，这都是可以的。那没有什么绝对的。那么每天花多长时间书写呢？其实也是看个人。但对我来说，我可以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其实每天呢这个书写啊，我发现，因为我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嘛。啊，每天这样写下来，啊，我已经很知道我要写什么，而且我想要看的一些角度跟方向，我想记下的事情等等等等，因为这是练习过的，700多天练习过的，所以于是呢，我就发现我大部分2到3分钟，我基本上就是把我一天可以整理完啊，而且呢，我也一直秉持着就是这个简洁的啊，就是避免太多细节的去书写，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比较有空，有心情，我就愿意去更多的抒发书写，或者确实那天呢就有一些感受啊，比较多的感受啊，比较多的心情啊，那么你会花到5分钟到10分钟，有没有这个情况呢？是有的啊。那么所以呢，但是这个不是常态啊，更多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家常菜是每天吃嘛？是简单的吃，是每天发生的。偶尔呢，就是吃一次大餐，那这个也是会有的。好，那么有同学问，就是说，如何在行住坐卧保持觉知啊？如何心和烦恼怎么区别啊？打坐的时候出现昏沉怎么对治啊？睡眠如何保持觉知？就是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去那个你应该是收到那个国。这个就是台湾德嘎的网站嘛，啊，就是或者是脸书，然后去报名参加开心禅啊。那么就是那就这个广告植入一下，那请大家去上开心禅。我自己呢也这个上下来，我发现真的非常棒。但有的时候呢，你上一次是不够的啊，就是应该多上几次啊。那么这个是绝对有用的，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开心禅里面会讲到的啊。好，那么。有同学问说，这个是英文英文题目，就是说我们可以写下我们的情绪吗？啊，就是说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那或者是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写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吗？可以的呀，啊，我就一再强调，我所谓的书写这个概念是比较广泛的啊，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到，它有一个书写，其中涵盖的一个方式就抒发自己的心情啊，抒发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个能不能写？能写啊，只是说呢，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也讲到，就是自己心情很不好啊，不舒服啊，发生了某些事，有一些遭遇，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其实呢，它就有一个疗愈的效果。我自己发现，哎，就突然好像那个。比较堵的、难受的啊，心里比较气愤的、冒着火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比较难受的感觉呢，透过书写啊，就是一个释放情绪的释放、抒发，那就减轻缓解了非常多。那由于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减轻跟缓解啊，也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客观的去看清楚哦，原来也许事情是这样子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当我们在抒发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第一个问题提到的，就很主观，就是自己的爱恨情仇，对吗？就很主观。但是有的时候你写几篇，你自己看一看，其实很好玩的，就是你自己成为了自己的老师，你自己帮助自己看到了自己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认为书写会带来这样子的作用啊。好，那么也有些人说那。我是每一天练习书法的，我是用书法的形式呢来写书写的。那么，是否也能够做到这种不为写，只为觉呢？应该怎么样去写呢？啊，好，那么这个
书法的这个练习啊，其实我也不是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练习书法呀，我也没有做这个羞耻啊。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以前我的母亲啊，她也是很喜欢抄写。好，所以因此呢，我发现呢，这个其实当你在写的时候，如果我们运用上开心禅，尤其是第一阶的这个禅修方法来讲的话呢，你知道自己在写着，而且呢，你思维着这个写的内容的意义，比如说你可能是抄经啊，那么你就跟着这个经文的意思这么样子的去想一想，或者是说感受着自己在书写，或者是看着自己在写啊，等等，它是可以用禅修的方式来去书写的。啊，就是啊，我从不同的法友，就是有这种抄经习惯的法友的身上呢，啊，所就是说学习到的他们的分享，但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做过了啊。那么所以于是这样子的书写呢，就可以说是并没有那么用脑的状态，对吗？啊，就是更只是一种重复性的，比较不用脑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方式呢，做这种叫做无所缘的禅修啊，或者所谓有所缘，就是感受着自己的写，看着自己的写，知道自己在写，这种有所缘的一种修持呢，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比较倾向于是一种指的禅修。好，那也有些人说，那你的这个文笔呢很精炼，那是怎么养成的呢？就问我，谢谢你的赞美啊。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了，这就是每天写出来的。因为每天呢，当然我也不敢说我自己真的文笔很精炼哈，可能这个我们也并不是朝向这个要成为作家，要成为这个写手，要成为什么的这个方向去做，并没有。我们刚提过了，就是对于我来说，书写是个工具，是个技巧。那么这个工具跟技巧呢，它是帮助我来厘清我自己的内在跟外在的发生，以及帮助我，我觉得能帮助我更深化我的修持，更提升我的文思的这个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前面我们都分享过了。所以于是真的是我的书写的方向啊。那么至于精炼，那这个情况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们就刚刚讲到的，我就是要求自己要精简的简洁的来去观察记录我的种种的发生嘛。所以这个就是练出来的，那每个人只要去做，那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有人说，我好不容易进入到一种体验的状态，但是往往写下记录的时候，用思维的时候，就丢失了这个直观的经验啊。会发现在禅修在体验的时候呢，会挂记以后怎样写而分心。那么这样怎么避免呢？刚刚我就这个已经分享了，就是说你在体验的时候是不需要写的。我们这个写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我们写啊，要经验的时候就好好经验它了啊。那么所以在你经验的时候，我就是说了，你不需要去写什么东西的啊。往往呢，就是你经验过后啊，那么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你说要挂记以后怎么样写啊？这件事情就心里开始思维做，对，待会儿我要怎么写一下我的心情，我待会儿要怎么写。那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避免了啊，因为我自己，我想一想，我自己可能还没那么严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或者你可以就告诉自己就不要写啊，就是反向操作一下，就是我就不要写算了啊，所以你就不会因为要写什么而很在意当下的体验，想要记下什么。那么此外呢，也不要把写看得太重。有人说没声音了。有声音 ，OK， 好，谢谢。那么，所以就是说，你也不要把这个血啊看得太重，好像成为你的生命主角，其实也不必要的。我们一再强调，这只是一个工具啊，这是一个，如果你的体验，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有很多学习的东西啊，或什么什么，这些你觉得可以记录下，你就记录下来。那如果你在体验，比如说是禅修的时候，那么你觉得这个写这件事情反而成为你的压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是说，比如说我在禅修体验的状态之下，我就不去记录它了，
我不要写这个东西啊，不去记录这件事情，不去记录我的体验，不去记录我的禅修也可以。但是除此之外，你有没有别的可记的呢？当然一定有很多啊，每天的发生也好啊，你想你觉得值得记下来的收获也好，学习也好啊，等等等等，还是有很多值得啊，就是说给予几个字的一个描绘，或给予几个字的一种啊一种记录是有的。那么好，那个禅修问题我就都跳过了哈。嗯，好，那也有同学说他有尝试用书写的方式来观察自己的念头或情绪，但有的时候会遇到很累不想提笔的一个状况，那么建议怎么度过这种状况啊？那么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到现在为止这么写了两年多吧，两年多。那么我的一个情况是确实我有的时候也很累，就是尤其是比较动荡的比较周折的一个生活的时候，那我就可能有两三天呢我就没写了。好，但是呢两三天没写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这又不是考试，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功课，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训练啊，一个锻炼，跟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于是呢有两三天休息可不可以？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啊。只是说呢，我让自己休息几天，然后我还是会再次的来写啊。但是我觉得呢，你这种提不起笔的情况呢，也可能来自于，因为你设定的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念头跟情绪，你就不想写了。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是个比较重大的主题嘛啊？你每天都要这样去观察自己的念头情绪，这样子写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也都是有压力的啊，因为我们也不是每天那么多的情绪，或也不是那么多可值得记录下来的念头，对吗？那么所以于是呢，你可以更轻松一点，更简单一点的去看待你的书写。比如说你可以就设定一个，我就每天我试着记录一个收获，自己的收获。那也许就是我今天跟人吵架了，那我的收获是就是也许就是以后可能有些话不应该说之类的啊，有些就要忍住一些话，就即便就是好像很平常的很没怎么样子的，但就这么一句话的其实也都是可以写的。在这里呢，我觉得是重点，就是说让这件事情是容易的，是不要有压力的。因为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长期性的去进行下去。因为书写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呢，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时间，那么于是你就会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成果一个效果，你也能够产生内在的一种体会跟感受与收获啊，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其实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时间啦，那包括禅修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修一两天也是看不出什么效果的，对吧？健身也是一样，什么都是一样的，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累积，我们才会看到，哦，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是真的有效、有用、有收获，或等等等等的啊。有人就是问说，那怎么去参加开心禅？这个我，那你就请义工是不是打在这个聊天室，还是怎么样子的啊？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做。然后有同学问刚刚那个纪录片是什么？纪录片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好像就是语言跟，就是说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有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搜索一下，是一个女教授，一个语言学家，她的那个一个演讲，或者是我到时候看给德嘎的义工，看他们放在哪里，我给大家哈。好，有个同学就说要故事分享。好的，还有很多问题啊，什么觉知、念头、觉心有什么不同啊？这个问题去上开心禅，然后一些禅修的，就是这些回答我都说，请你去上开心禅。那么这里有一个哈，那电脑跟手机写哪一个好？那么电脑跟手机写的话，当然是电脑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打字比较舒服啊。好，那么所以我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因为翻译的原因啊，然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就是比较是电脑的使用者，所以我每天都会多少要坐在电脑前面一会儿。
好一阵子，所以呢我一定可以拿出 两分钟或三分钟。那么至于时间呢，我有一阵子晚上写啊，但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晚上会忘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是隔天写啊。比如说我今天一天的东西，我隔天早上呢，当我要开电脑的时候， 我打开电脑我开始翻译工作之前，你就是会有一个准备过程嘛，所以我就会把昨天的一些东西我就会写下来。但有的时候我也是当天及时性的写，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啊，或者是很有启发很有收获，我会觉得很想要记录下来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当下就写。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书写这个东西其实是那个纪录片是茹素的力量，对对对，茹素的力量，谢谢。好，所以呢我就发现到说呢，这个其实是可以很有弹性的啊，所以是依据你当下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书写就是功能性书写嘛，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它可以是多角度的，不同的方法的，以及不同的面向的。好，那么就那个我想时间是差不多了吧哈，那我就要讲一下我要讲的那个故事啊，这个也是一个书写的应用。我有一个喇嘛朋友，然后他总是呢感冒啊，所以我就常常呢就看到他的他总是感冒，然后跟他联络都是鼻音，然后就是流鼻水，然后就是就是那种一些感冒的症状。那么然后他就一直吃药啊，他感冒，他有这个症状，头晕啊，流鼻水啊什么的，他就去吃感冒药。那么有一天啊，我就有一个灵感，也可能是我读了哪些书或什么，就发现到说，这个有一些感冒症状，它不一定是感冒啊，它可能是过敏的一个情况，对吗？那么呢，我就跟我这个朋友啊，喇嘛朋友就分享说，我觉得你真的一直都常常随时随地感冒呢，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他年轻啊，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身体不好，也不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一直感冒呢？这个不正常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你去要不要？可能不是感冒的原因，那有没有可能是过敏呢？啊，那他一下想一想也想不出来他过敏什么呀？啊，就是每天都这样子过，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用书写来对于自己，你设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写一写，记录一下，你给自己做一个观察。那么你写什么呢？就在这个事件上面呢，我们的这个功能性书写呢，它就设定在就是方向，就是记录你这一天的一些，尤其是饮食，你大概吃了什么啊，或者是大概一些特殊情况，所以他就开始记录一下他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啊，就做了一个这个记录。那么后来一个礼拜多之后呢，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你的这个记录，你就发现什么呢？后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记录，他就发现到说，哎，他就发现到说这一天，我就说你不舒服的那一天你也记下来，然后你记你吃什么，以及前一天你吃什么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你的生活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每天记。后来他就发现到，哦，这真的他的这个感冒症状呢，其实是来自于呢这个吃到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说他只要吃到冷的东西，他第二天他就会流鼻水，就会鼻塞，那或者是说他发现他吃到了某一些特定的东西，他就会怎么样。好，于是他就确定说，哦，原来他可能是过敏啊等等的。那么当然那就朝过敏的这个方向去调理自己嘛。那么于是他就知道说我可以避免某些吃的东西，然后就说啊，那我排除掉那些东西是不是有用呢？结果确实他在排除掉了这个他怀疑的那些食物之后呢，就发现到说 OK， 原来真的是这样，就有了确信之类的。所以我发现这个书写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我们刚刚说他用在记录上面，所以也用在了这个自己身体状态饮食状态的追踪上面。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喇嘛朋友后来他就发现他是过敏，所以他就缓解了，他不用一直吃这个感冒药，然后以及呢他后来就更了解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跟适合什么样的饮食，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控制，已经做对的事情。好的，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我就刚想要分享的故事，然后我发现，哎，这个书写其实是，你看可以运用在这些方面上面啊，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应用的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对人生保持觉知就好了呀，啊，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脑子就是不够啊，就是记不住那么多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就是每一天的状态就是很容易忘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好，所以啊，是的，同学就打字说。打字中就可以回溯去找出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书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功效。好，那么有人问说，我们是否也可以写下事件发生当时的情绪？再一次说，对，当然可以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的，就是我先客观的，尽量客观的，而且是简单的啊，描述说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跟谁就是有冲突了，这个有矛盾了，然后他说了什么话让我就不舒服了，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可以一个比较，当然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哈，去描述。那为什么我一再提到这个用比较简单尝试的啊，用比较简单的精炼的一些文句来去描述呢？因为有的时候讲到写情绪、写心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细节。他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然后我怎么觉得，我又怎么样，然后他又说什么。我光那个对话，对不对？大概就写了一串，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太多细节呢，你反而可能就迷失在这样子的一种细节当中了啊。那么，所以我就会建议是简化。那么简化，其实这也就表示这是你整理过的东西啊，你整理过的。那么，我认为整理过的东西是非常好的啊，包括于是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整理，这整理本身就是一个在消化的过程。我认为，那么于是当你在表述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你怎么形容这个世界，你看到自己怎么形容你当下的情绪，简简单单的，我觉得这个也会变让自己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其实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常常不是有提问题吗？好，那个很多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一些课堂上有些人提问题，如果是这种就是现场即时提问，当然它的好处是有互动，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他在提问题的时候，用说的时候是比较难以整理的啊，所以常常会是说非常多啊，就是对很多的形容、很多的表述、很多什么，然后最终那个问题在哪里是不知道的。对吗？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用嘴讲的跟用写的确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不同。那于是当我们发现，哎，如果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谁都不会要写5页纸那么长的问题，对吗？所以你就开始要整理了，你就开始要浓缩了，你就开始要去厘清你想问的问题，以及你就开始在厘清。思考我到底要问什么说什么啊？那么于是你可以发现那些问题纸上面写下来的这些念头呢，这些问题呢，就是更明确的、更精炼的啊、更具体的了。好，那么好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就是一些这个零零碎碎的一些分享啊，也是因为法友们的一些这个提问啊，就也做了一些补充。然后有同学说。念头90%都跟钱有关，如果有足够的钱呢，就不会有禅修压力了吧？这句话我不是太明白哈。禅修压力往往也不一定都跟钱有关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有足够的钱，就没有那么多念头了吗？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至少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可能你有这样子的经验，也许，但是在我觉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经验来说，我觉得可能很有钱的，有很多的，我一些有钱的朋友，我觉得念头很多的，也是有的，也是大有人在的，或者是说，我也想想我的念头是不是都跟钱有关，我要去观察一下，但是呢，我的经验来说，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你可以多问问不同其他的朋友啊，看看你自己的这一个陈述跟想法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好，
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大家我想应该时间是差不多了哈。那么还有五分钟，好，好的，我再看看有什么。反正我觉得我大概的都已经回答了。好，但这还有一个问题哈，是说呢，我们是不是要去可以去回顾我们自己的这个写的东西呢？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回头去读自己所写的内容跟文字可以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常常这样做啊，因为确实我们人生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光写有的时候都要花出这个时间，即便两三分钟有的时候都未必愿意跟能够做得到啊。那么所以于是呢，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还有我一些朋友的经验，就是这个回顾这件事情本身不常发生，但是呢偶尔突然想起说，哎，我像我前阵子就有一天我就一时兴起，我就很想再去回去看看我曾经在闭关那个时候所写下的那些内容，我就想回去看看，然后我就回去看看。那但是呢另外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如果你用了一些程式系统，比如说像 Evernote 啊，像 Notion 啊，这些书写程式，如果你书写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标注的。比如说你今天写的内容也许跟生活有关啊，或者跟学习有关，或者是跟禅修有关，或者是跟无常有关，跟慈悲有关等等。有的时候你设定好了一些小标注，即便是一个，那么有一个情况就是，也许你某一天想到了无常这件事情，我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因为教学，或者是因为分享，你就有些主题，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搜寻，比如说你就打无常，然后你就所有跟无常有关的这个内容呢就出来了。那于是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看到了说，哦，原来我曾经对于无常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子体会，有这样的思考有这样子的角度，或有一个这样子的启发，你就会看到很多自己的过去关于无常的一些收获、学习跟足迹。所以我觉得就是用电脑呢，就是程式来做呢，其实就是相对来说你要搜寻的时候就是更方便，就是比纸本来说还是更容易的。所以就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很清楚的，也不光只是为了写嘛，我们刚刚说到就不只是为了写，也不只是为了抒发，也不只是为了什么，这个我觉得都不是，而是透过这个行为，透过这个工具，透过这个技巧，然后是帮助自己如何清晰理清整理看到跟觉知于自己的修行生活也好，或者是一般世俗的我们的生活人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希望是大家能够很好的来使用这些工具，总之试试看我觉得这一定会是有帮助的对我来说就很有用。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台湾德嘎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来做这方面的分享，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妙容法师带来这么珍贵精要的分享，也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Thank you very much, Zema Miaorong, to bring us such a precious and wonderful sharing. And thank you all for joining us tonight. 祝福大家能将今天所学到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开展与深化我们的觉知。May all of us can apply what we have learned tonight in our daily life to develop and deepen our awareness. 那么今晚的活动就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次见。Our event for tonight is coming to a close.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